广播电视台故事广播携手临沂圣上山务酒店和圣龙家电饮酒假日推出故事广播送出蓝活动，只要您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师傅，行车途中路和临沂西路交汇处的圣上山务酒店，请领取矿泉水一瓶，小小的一瓶水，深深的一份情。这个夏日，故事广播和你一起关爱行车人。请到这里来。6月12号上午10点，故事广播将联合临沂圣上商务酒店与广大出租车司机师傅一起，在临沂圣上商务酒店举行清凉夏日抽奖活动。届时现场会抽出1、2、3等奖，到场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将会车载电视、DVD、临沂故事光盘等大量纪念品。故事广播期待与您一起亲临台下。只要积极，不要意外。红羽毛户外保健援助中心温馨提示：为了你的健康，请做好备孕。选择非小事，请选择专业规范医院。临沂中西结合医院海伦微管标准人流，英国皇家妇产协会推荐技术，不影响产后怀孕，权威医疗更专业，仅收79元。临沂中西结合医院健康热线。2909999，这是临沂七中协会过。妇女病真烦人，妇女病医疗援助计划公司是妇科炎症公众医院，医疗影响健康行使专业医院规范。临沂中西结合医院专业妇科三大前沿技术，彻底解决妇科问题。一、德国自凝术，根治中轻度宫颈糜烂；意大利利普术，无痛根治重度宫颈糜烂。三、德国欧三生物氧技术，调节酸碱平衡，彻底摆脱阴道炎的疗效。临沂中西结合医院妇科公益普查、B 超、白内常规、宫颈刮片等新一项检查全面，公立学科权威医疗。电话2909999，临沂七中协会。FM 104.5临沂故事广播，听众朋友，下面请听音乐广播小说《香草美人》第一集。